去外面看一下。哦，不错不错。今天早晨我们已经很早就起来了，然后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也随便逛了逛，但是就是太晚了嘛，没有拍，我也没有带相机出去，然后就是给大家看一看。然后等一会儿给大家去录餐厅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下期再见。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嗯，这超大的休息室。那边儿是儿童乐园。好，来跟我一起去吃饭吧。好。面包区。前面是 barbecue， 我们这里是 sauce。现在是我们在吃早餐。好多肉啊。这里有煎蛋啊什么的，香肠、鸡蛋啊，这里有甜点和喝的，给你们看。甜甜圈、面包，这个不会是煎饼果子吧？我想多了。这里有水果，好多水果。昨天我们吃那个芒果超级甜，这还有各种果汁。做运动。
哦。我们就在这里吃饭，超级美。Yes, please. Thank you. 哇，我们开始吃饭了。是我拿的。傍晚了，超好的。